对，昨天是过级儿童节。对，过儿童节。嗯。你有什么礼物给我吗？没有，呵呵，怎么办？就是你可以给我50分钟，我们只是中文。可以。嗯，那我们今天就上50分钟啊，上50分钟。我们学习到5:40，在6:30，对不对？6:30，哎，这个点。